者曾文荣台北报道。38岁女星爱丽丝与自己老公荒木留依离婚后，带着女儿黎黎定居法国。去年12月自曝英国外交官男友马培迪求婚成功，不过她日前在脸书宣布已在上周与马培迪登记结婚。第二胎混血宝宝威廉蒂随即出生，爱丽丝今也首度曝光儿子正面照，完美拷贝马培迪帅脸。爱丽丝今在 IG 发布现实动态，一短片曝光水瓶座儿子的正面帅脸，只见宝宝五官深邃，毛发茂密，完美拷贝超帅老外爸爸，超深双眼皮加上大眼睛，眼珠还骨碌碌的不断转动。除了威廉蒂外，爱丽丝和自己前夫也生下女儿伊丽酱，一家人挤满台湾、日本、英国血统，也算是颇为国际化。爱丽丝闪电再嫁英国外交官马培迪，凡社自脸书爱丽丝首度曝光儿子正面照片，凡社自 IG。